新总监房山雄公所争取交通部公共局的补助，盼地旧站头布街也归入的街景观改善工程，引起了正反无相容的意见。有乡民就反映讲，工程同业界倒退规排20年，贷款74条，贷息的数额重新来做过发退，是动控时，故所强千万来使贴。房山乡公所是在初期的时间发公文，拨新中央政府停止判地不空的法退后修的工厂，准拨水利署来做处理。他住这里，我们跟他讲嘛，关你们什么事啊？好了好，雨伞。九站楼的水平重要，九站楼的水平。关你们什么事？这么多。房山乡彩天民众当天就业，立为休闲之判公社，可以协调非常。年月在乡公所当目建单争取交通部观光局旧站头提防景观改善工程经费贷款400万元，本观光局推转去要求修正。七月份公所有把预算书图送到我们局这边的时候，我们就有发现公所预计要做这些事情，那所以我们有正式回复给公所，就是如果要做这些事情，一定要跟在地的居民，包括居民声音也很重要。那户数团体的声音也很重要，就是希望公所可以整合大家的意见，那把这件事情做一个妥善的处理。你想来来不恶黑了？哦，水是为恶啊，美观上有莫看。彩天民众还记得，按多年来几下摆风采带来好梦得意，初晨游乐系荷包水装起来，大快泰博危害到民众安全。泰博顺头发台做出快铁了，因为输的上一个。想猜危机的台，我们地修动吼，修整个城林，当然对我们当然是最好。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是两全其美，因当然不会，因为经外地人唔地了到过程当的，因为我本地方人地，透过台学的恐怖那种情形，吓死人，随时你是不是就是看得好啊，撞安尼啊？有附属团体认为，呢度安全倒塌，总系20年，改排74条接近10年的台数诶，重新做法台动大松，希望暂时莫倒塌。很希望未来公所是不是，就是说看透过什么方式让大家一起参与？那其实，只要公开讨论，然后有一个协调，就不会有对立。其实我们没有人要对立。其实我许多两件事情没有安排的讨论。该最主要原因是在资讯的落差当中，户处的应用户处的想法，当地的居民认为重新做过的，他也有他的想法，我觉得大家的想法都可以表达，但是最终还是要回到政府的运作机制里面。因政交通部观光局最近推展预算书图，要求同地方得到共识前签订一下。房山乡公所每当出钱同乡民沟通，希望同时顾好环境生态同民众安全。下个新闻吴祥平、范秀妮、左红修、新竹报道。